而且你去逛街的时候，这是店家最爱放的歌曲，大卖场每天大概都要听到68遍。对，这个叫做太大年，对不对？生日快乐，太大年，太大年。这首叫太大年吗？恭喜！哎，是不是？你们好看，不要讲话。太大年，讲话。恭喜恭喜！拜大年是谁？拜大年就是恭喜啊！恭喜！拜大年就是过年的时候。恭喜恭喜啦！恭喜！周哥，恭喜你！不愧是鳌拜。下一位。周哥。来。来。哎呀，好高兴来到基隆庙口啊！哇，这边真是好热闹，好热闹，所有人都在办活动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那不是快乐有够真吗？恭喜！哇，你们正在跳台课，我真的太厉害了，老师音乐啊！我们没有跳台的呗，走。噔噔流鼻血，流鼻血不能挤啊！想不到过年你们竟然会有这样的秀，带给大家。安排的太好了，真的好棒哦！所以过关了是吧？还没有哇！天哪！怎么了？又开始？真的，我快不能呼吸了。怎么了？带人工呼吸。我帮你开好了，我帮你带好了，哇，太开心了！太厉害了！他不是先演一下主持人吗？等一下，不好意思，我可以打个岔，你现在有独立一个单元吗？有啊，但是我演的算短的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你自己再加油。对啊，所以呢，今天要再来一首歌给大家。哦，所以终于来了，终于来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正月初一抽一天，家家户户过新年，嘿，大街小巷悬灯台，爆竹响连连，嘿，鸡笼咚锵咚锵。七个龙咚锵咚锵，我要去拜年。哇，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新年快乐。所以这首歌叫做《伯恩家庆》，这样。赵云讲，你如果没有我们，你这一段真的不热闹哎。是啊。还好有我们在，真的。我是家人，我可以带回家。对对，现在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干嘛趁机牵手？哦，欢迎。欢迎。哎，啊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这首歌叫做《披着隆冬腔拜大年》吧。大家都在拜大年，每首歌都拜大年。每首拜大年。拜大年系列，这首歌叫《七个隆冬腔咚锵》。是啊。七五三三九六七。七个隆冬腔，你觉得七个隆冬腔的歌名好不好？对啊。谁的歌名吗？七个隆冬腔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八个隆冬腔。歌名到底叫什么？歌名叫做拜年。哎，这首歌蛮好的。比如我们在出那个什么，比如说唱歌，然后有故事的，不是？七个隆冬腔。这首歌真的叫拜年。哪个日期不是有一首歌叫七五三三九六七吗？应该改成这个吧。对。七五三三九六七。七五三三九六七。我要去拜年。然后过年每一年都有版式的。好，名到底叫什么？拜年。哎，是叫什么拜年啊？我也不晓得，管他什么都可以了。啊，拜年。是没唱过啊？啊，过。恭喜。耶。哎，快过关了。哎呦，这个你怎么知道他是老鼠屎？严侠力大 PK， Ready Go。够一个就会。有音乐，有音乐。不要打我。可以了，没有了啦。不招被蛇咬。都过了，来，谁过年？来，大家都拿起来。Ready go！
我要唱这个歌呢，是有就是它有关于回忆的。大家都知道我在今年呢有主持，因为我喜欢做料理，所以有开了一台车，大街小巷到处跑做料理给人家吃。不知道，有时候会碰到电音三太子，那有时候会碰到剧组或是 team 的人员，像呢有时候开车开，对，经过了这个快乐有够在素文，对不对？两位帅哥很会跳这个电音，对不对？没有。我们节目有在重播了吗？这段已经看过了，大哥刚刚就过，一模一样。你看四个人都有跳，对。重播了我们就会跳。没有，他等我们，快点，我等。开心过呢，快跑到剧组的镜。好笑。你跳钢管舞。对对，你今天跳跳钢管舞。你们只会跳钢管舞吗？那就跳吧。没有，我们跳过了，也是跳过的。真的吗？这节目一直在重播。我建议，要不要直接唱就好？啊，这样子。哎，你要唱的就是叫鬼打墙吧。好啊，新的一年呢，我们要有新的气象，要有回忆，所以这时候就要来了。回忆来了。刚刚说回忆。贺新年，祝新年，新年到。我们不能说好笑，人的声音这个样子就批评我们啊，我们的表情是笑的啊，开心放紧一点好不好，放开心一点，预备起，你不能要一个不会唱歌的人还要有音乐，预备起，贺新年祝新年，好你要拍子，你要我帮你拍，我帮你拍，大家一起来一下好不好，好啊，你是音盲啊，你为什么 key 都不对呢，到八个 key 你是什么，不能来这样子啦，我们今天过年好不好，你大家都不要影响他，好，等等好好唱一首歌好不好，好，都不要笑，要笑憋住，一定要听他唱完一段好不好，来，而且一定要载歌载舞哈，来，预备起，年轻年少好出身，音乐老师那个声音大一点，要跟着我的那个好不好？跟你讲，老师道歉，老师，我不跟 Life Band 不是这样子的，来准备哦，开始喽，一二三，贺新年，来我来，好，来进来，一二三，贺新年，新年到，年年。好祝山山上的春有缘，别哭别哭，放开放开放开，不是不是啊，大家都那么久吗，大家都那么久吗，为什么我那么久，不好意思啊，贺新年好呀，贺新年啊，如果说过一个年你会想让人把你炸死的话，真的办到了，真的不是这样子，我们很认真在做每一件事情，那个我们开个新节目，他就代替伟如啊，哦，比伟如还好啊，有效果，比伟如有效果，所以大哥你也是这么觉得吗，是是，你哪啊那啦，今天是歌名贺新年不错，这是一集，你觉得前面没有人唱过吗，我刚刚有想回忆，你看你在听到，对，这其实如果我们唱过听起来也不会像重复的，应该是同乡的，这首歌跟回忆什么关系，因为、啊、你们还要我再唱下去吗，为什么他问你这样跟回忆有关，因为他到后来就是光阴岁月如梭，光阴似箭，回顾从前、哦、痛哭心酸，对对唱哪一首啊，我觉得为了让大家好，我们不要再让他唱好不好，好这首歌恭喜你，对，恭喜你，不错，来我们看看我们的快乐有够正好不好，来就位，来我们过关了啊，好不好，八天堂过关了啊，看到人家的表现了，礼拜六八天堂优秀，快乐有够正像是以反应著称的，是吧，大家都很会演戏，他们很会演
的，好啊。所以我跟你讲，刚刚听了陈德烈，我们就决定我们出题不出歌的了。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那是陈德烈个人啊。哦，我建议他还是好好演技不错啊。对对对对，2008年好好演技啊。今天我们看看你们五个人默契怎么样？比武难一点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小弟大表演，要听得懂快。